来，我们先走，电话快一点。他是动物训练。不是，只是喂食。算是，因为他出来没有找到他想要的，他跟保育员，那保育员不会喂给他吃的东西。出去，他有时候也是不想出去的。现在好像雨比较小。同学，他现在出去外面的管区哈，在我们外面出口那边哈，现在出去外面的管区哈，在我们外面出口那边哈。请问客人进来了吗？啊，骗大家出去。这是出去了，这是，哎，还在那边停留，有了，这是出去了。